应该只有我们这一组。我先说，那你打鱼的不也有毒？然后说你跟鱼互动了，但是你又要跟鸡，要杠，要跟鸡互动，要杠。我本来想说拍一个鸡，以鸡的主观视角来拍这个短视频。你怎么不？哎，他的主观视角，他怎么变成一盘菜的？哇，群里好厉害啊！哎呀，哇塞，好有才华呀！抖音，紧张了，手抖了。前往和田鸡养殖场，体验捡鸡蛋、制作鸡饲料、喂鸡、完成订单数额、抓鸡等工作。抓鸡，估计他们体验之后应该不舍得吃了。我也不舍得了，干了活肯定得吃，吃饱才有力气干活。好。抖音。